开始上课，那咱们昨天呢？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页面的整个这个上边一大半部分，我们都已经给它做完了。然后下边呢，还有最后我们这儿两栏，实际上这儿呢是一个什么呀？一个联系栏。哎，这里边你看什么呀？什么这个 contact 是不是就联系的意思呀？哎，包括一些我们这个电子邮件呀，包括我们这些 message 啊，都是让它和我们这个网站进行联系的一个联系栏。还有最下边呢，是我们一个。底部的，哎，包括一些这种超链接，包括一些这个 copyright，我们这个版权声明都是在我们这个底部去写的，就这么几个部分结构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但是我们来说，其实这个最复杂的也是我们整个这个页面一个比较难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哎，这个联系栏这部分啊，就是我们这个联系栏这部分。那首先呢，这部分我们说了，它整体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的 div 啊？那大的 div 里边我要放什么？是不是放三个小的 div 啊？所以它整体这个格式、这个结构，实际上跟我上边这个 content 是不是一样的呀？哎，跟我这个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先来创建这么一个东西。打开我们这个 index 点面，我们先来创建这个结构。往下找，往下找，在这儿我们来写一个，在这儿我们来写什么呢？写一个我们这个叫做一个，叫做一个这个 contact 开始。哎，contact，这是我们这个什么呀？这是我们这个联系栏啊，contact，contact 啊，联系栏，tact 啊，contact 啊，contact。这儿来一个 div 点一个 contact 啊，contact，这是一个，然后，那我直接写上瘾了是吧？tact，这是我们这个联系栏的一个这个结束。啊，结束。然后在我们这个联系栏，我们先说，我这个联系栏它是不是也需要去？宽度是940吧，然后也得是不是居中啊？哎，所以这块把这个 W 给它干嘛呀？加上。但是注意啊，这玩意儿千万别这么写，这么写变成什么了？是不是变成这个类了呀？哎，我没有这个 class，我这两个 class 之间得使用空格，是不是来分开呀？哎，空格来分开啊。然后在这个 contact 里边，我们需要创建我们那个三个 div。哎，创建我们这个三栏这个 div 啊，哪三栏？第一个 div 我们来看看它叫什么名，叫一个这个。social 什么 connection 叫一个 sc 啊 sc 直接来一个这个点一个 sc，然后这儿来一个 div 点一个，我们叫一个什么呢？这叫一个中间这栏就叫 contact 是吧？我们叫一个这个 co 吧，取它一个前两个字母，然后最后一栏是我们这个 news updates，哎，新闻的什么一个更新乱七八糟，直接来一个这个 nu div 点一个 nu，哎，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三栏啊，三栏我们创建完了。那我们说了，这三栏的格式实际上是跟我们上面这三栏是不是一样啊？都应该是多少啊？是不是300啊？哎，300。然后给中间这栏是不是指定一个左右各20个像素的一个外边距是不是行了呀？哎，左右各20个像素的外边距行了。所以这里边来回到我们这个 CSS，那我一想，它跟这个样式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呀？哎，那我干脆我这样，逗号，我后边是不是接着再来写一组啊？哎，下边是我们点一个 contact，下边的一个叫做 sc 是吧？哎，sc，然后逗号点一个 contact，注意啊，我这个是一个什么选择器啊？是不是一个后代选择器啊？这是祖先元素，这是后代元素，一定要注意它们之间有一个什么呀？空格，没有空格是不是就变成我们那个交际选择器了？哎，交际选择器了啊，一定要注意这空格，千万别给它省了啊。然后逗号再来一个点儿，一个这个 contact 下边的我们那个叫做一个 nu 啊 nu，这是一个。我们这三栏三个 div 是不是它们样式应该都是一样的呀？然后同理，我们是不是还给中间这个加这么一个左右的一个边距啊？哎，左右个边距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给这个 co 这儿再来一个这个逗号。哎，现在干嘛呢？我是不是把这个样式都统一好了呀？说白了，我就是不想再单独去。写了啊，不想去单独再写了。好，那这儿写完了，我们来看看结构它对不对啊？结构对不对？来，回到下边，我们来干嘛呢？给他们设置一个这个背景颜色。哎，我这是不是多写逗号啊？是不是多写逗号？给它删了啊，给它删了。好，来这儿来写一个什么呢？写一个我们这个来一个高度，哎，来一个这个。高度 width 我们已经指定了，高度我们来一个500个像素，然后来一个 background color 我们来一个这个 yellow 保存，哎，颜色指定完了，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打开我们这个火狐，
哎，是不是底边三链出来了呀？哎，分别是300，然后中间是20个像素。哎，我就是借用了上边的一个样式，就不再去什么呀，不再去重复的写样式。如果我不这么写的话，我是不是得把下边这个样式再写一遍呀？哎，再写一遍比较麻烦，所以这块我们就统一应用这个样式了。好，那这一块我们都给它整完了，然后呢，这儿我就可以，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了吧？哎，可以不要了，咱们先给它留着吧。啊，先给它留着，待会儿我们来处理一下。这是设置我们这个三栏的一个什么？设置我们这个联系栏的什么呀？哎，高度和这个什么呀？背景颜色。哎，一会儿给它删了，一会儿删了。我们先留着啊，标记一下，待会儿我们知道要给它删掉啊，删掉。好，那这一块三栏就整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写这个内容了呀？那这个三栏我们要去怎么去写呢？那首先了，我们说了，这三栏和上边三栏都是三栏，但是它就比较麻烦。为什么比较麻烦呀？上边三栏是不是都是一个模样啊？哎，格式结构都是一样的。而我底边这三栏是不是一栏是一个样啊？哎，一栏一个样，那一栏一个样其实也没啥。那我无非就写三个，但是问题在哪儿啊？问题是虽然一栏一个样，但是你要注意了，它的这些按钮啊，它的这些表单项啊，它是不是都得是对齐的呀？哎，因为你是三栏，这东西如果你不对齐的话，这一块就变得什么呀？是不是很难看呀？哎，很难看。最可惜的下边还一按钮，如果你没这按钮的，其实咱们稍微差一点呢也没事，它后边这个结构是不是一样的呀？你上边东西再乱，下边是不是也得对齐啊？哎，也得对齐了。而且这个嘛呀，你看又有文字，又有图片，又有表单项，我们这种对齐呢，非常的什么呀？麻烦，尤其是涉及到什么了？涉及到文字了，就比较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哎，那之前呢，我们采用的一种方式干嘛呢？我先把每一个栏的高度都给它嘛呀定出来。哎，这块多高，这块多高，这块多高，我都给它定出来，然后一点点去写。那种方式呢，比较好写，但是写的时候就比较什么呀，有点麻烦。哎，你相当于得开发好几回啊，就是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这回呢，我们采用什么呢？我们就一点点写，一点点去对齐的方式。那这个三栏我们先写哪个呢？哎，我更习惯于先写什么呢？中间，为什么先写中间呢？我们先写中间可以干嘛呀？以中间做一个参照物，然后让两边是不是和中间去对齐啊？哎，让两端和这个中间去对齐。所以这回呢，我还是采用这种方式。我干嘛呢？我先写我们这个中间，然后再写左边，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右边。其实最麻烦的就是什么呀？左边这个。哎，我就是想把这个麻烦的问题放在往后去放啊，往后去放。好，那我们这里边，我们先写中间，中间这块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实际上结构比较简单，就2、3部分，哎，两部分其实就是这儿一部分，这是我们一个什么呀？标题，哎，标题我们这儿来一个 H2 是不是行了呀？哎，H2 行了，然后底边这个部分呢是一个什么呀？你看这是一个文本框，文本框，这是一个文本域，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不是一个表单呀？哎，一个表单，整个的一个表单，最后是不是一个提按钮啊？哎，所以就2个部分，一个是标题，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表单，所以这里边我们写起来也比较简单，直接来写一下了。回到我们这个页面里，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中间的栏 CO，哎，这是我们这个中间栏，联系栏这个中间部分。中间呢，我们给它这儿来创建一个什么呀？先来创建一个标题，创建一个这个标题。标题我们想用什么合适啊？这个东西用个，应该是跟我们上面这个应该是一个级的，是吧？直接来一个 H2，哎，就 OK 了啊，直接来个 H2 就 OK 了。所以这儿我们来一个这个 H2 呢，然后来选中一个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叫做一个 Contact， 直接复制一下 Ctrl+C，Ctrl+V， 这是我们这个标题。标题完事儿以后，下边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表单啊，哎，一个表单，我们直接创建一个 form，form 里边有3个、4个表单项，2个文本。文本框，也就是我们那个 type 等于 text， 哎，这个是一个 text error， 我们那个文本域，最后是一个提按钮，对吧？哎，提按钮，所以这里边我们来整一下，下边我们来创建一个这个表单，创建一个这个表单，直接来一个，哎 ，form 里边有一个 action 是我们必须指定的 action， 我们就随便写一个井号吧，占位一下，因为它需要一个服务器的地址，这一般都是需要我们后台去。填的啊，后台填的，或者他给我们地址给他写上也 OK， 但是这里边呢现在还定不了，所以就来一个井号给他占上去了。然后表单里边有3个表单项，一个是我们叫做一个什么呀？哎，一个叫做一个 input， 它的 type 叫什么呀？叫做一个
text 啊 text，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 class 吧， class 叫一个 txt， 但是我们方便来给它设置样式啊，设置样式把这 class 给它往前写。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input， 两个 input 是不是两个文本块啊？哎，两个文本块 name 呢我们先不写了，先给控制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文本域 text array 啊 text array， 这里边我们都不给它指定，直接就来一个什么呀，来一个这个 class 我们来一个叫什么呀 tar耶、yeah, 来这么一个 class， 待会儿方便来给它设置样式。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呀，是不是还有一个按钮啊，提交按钮，我直接来一个 button 就完事了。 button 里边有一个文字叫做一个 send date， 来我来取一下这文字给它粘过来。好，那现在呢这个 button 也给它来一个 class 吧，叫一个这个 btn 啊，来这么一个 class。 好，那现在我们说了我这一块一个表单是不是创建完了，哎，我们来看看效果啊，这里边一刷新走你，哎，标题，哎，表单是不是都出来了？哎，标题表单都出来了啊。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其他浏览器，看看我们这个 Chrome， 哎 ，Chrome 也是这个效果是吧？再来看看我们这个 IE 六还有这个八，点开我们这个新建各版本，直接选中一个六，选中一个八，复制过来一确定，哎，这是我们这个 IE 八，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效果。然后看我们这个 IE 六。IE6 就比较恶心了，它第三栏是不是直接换下来了？当然这问题我们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为什么？因为这里边第三栏里边我们现在没有东西，但是我们填上东西以后呢，它自己就上去了啊，自己上去了。这一块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bug 啊，到时候自己回去了，不用管它。好，那这一块三栏是不是也出来了？哎，出来以后呢，但是我们这一块它和我们这个显示效果是不是不一样了？哎，我们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宽的，还有点什么呀？这框是一个灰色的，然后边上还有点这个。圆角啊，哎，圆角，而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文本块吧，哎，文本框，所以这里边我们是不是需要把我们这个表单项设置成和图片里边一个样子呀？那这东西怎么设置？哎，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设置为我们那什么呀，背景啊，设置为我们这个表单项的一个这个背景就 OK 了啊，设置表单项的背景就 OK 了。那这里边呢，设计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先得要截图啊？哎，所以把这个图要抠下来，但是你要截这个图的时候，切这个图的时候，注意它里边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文字，这个文字我们是干嘛的呀？不要的，我们这个文字可以通过这个 CSS 去设置，但是这一块默认我们是不要的，然后再把这个图给它切下来就 OK 了啊，切下来 OK 了，我们就不再去具体说了。那昨天呢，哎，我这块因为切图这事有点太麻烦了是吧？哎，所以就请了一个美工。就是我是吧，哎，就是我把这图就给它切好了啊，所以咱们就不再去重复性做这个做这工作了。这是我们这个 input， 这个是我们这个 text array， 这是我们这个那个按钮，是不是都切好了呀？所以直接选中它，然后 Ctrl C 给它粘过来行了啊。这个切图呢没有什么难的，所以这里边呢你们可以多切切是吧，我是有点切够了是吧，哎，到时候你多切切啊。好，那这一块我把这个图给它整过来粘过来，图片是不是放过来了？三个图片，一个是我们这个 input， 一个是我们这个 text array，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 btn 二，三个图片啊。来，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设置背景了？哎，来，下边设置我们这个联系栏中的这个表单项。表单项我们来看怎么设置啊？怎么设置？那这个表单项我们这块来看，我需要给它设置背景，也就是说我是不是要给这个 input 去设置一个背景啊？但是你要注意了，哎，那你说我这个 input 这俩一不一样啊？这俩是不是一样的呀？实际上。哎，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不妨我给它设置的时候是把这个同时也给它选中啊。哎，所以这里边我怎么写？直接来一个什么呢？点一个砍 text 下边的一个什么呀 ？text。那这样整个我联系栏里边的所有这个 input 是不是都选中了呀？哎，这样我们设计起来比较哎统一一点。直接来一个这个 background， 来一个这个 URL， 我们这来一个什么呢？来一个这个叫做一个 input。在这儿呢 ，input，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小，它是一个296×33啊，296×33，直接来一个这个 width 是296个像素 ，height 是一个这个33个像素啊，33个像素，那这个是设置我们一个背景图片。但是注意了，我们讲这个表单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什么呀？我们这个表单项是不是也都是一些这个内联元素啊？但是注意了，这些内联元素比较特殊，它有点像什么呀？像一个行内块元素，所以这块设置宽高是干嘛呀？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没有问题的啊。保存，现在呢，这里边同样给它来一个这个 no repeat 保存，咱们再看效果，一刷新，这是不是就出来了呀？哎，这就出来了，但是发现就
有问题了，出来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个边框啊？为什么有边框啊？哎，因为我们这个表单项它默认自带是不是边框啊？所以这里边我们不想要，它干嘛呀？哎，是不是去除啊？哎，去除我们这个默认的一个边框，直接来一个这个 border，来一个什么呀？那保存，这回我们再看一刷新走你是不是就 OK 了呀？哎，这一块 OK 了，下边是我们这个 text array 啊 text array 来直接来写。那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设置无所谓了，因为是不是就它一个呀？哎，就它一个，这块怎么写都无所谓了，我这个还这么写吧，直接来一个点一个 can text 点一个 t array， 还是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back 背景图片啊 background 来一个 URL， 我们这个是什么呀 text array 是这个图片啊？哎，它的大小是一个296×134，跟它呢差不多，哎，只不过是高度变成了一个134啊，134，同样也是一个 no repeat 的啊，设置背景图片，然后一刷新走你，这是不是也出来了？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有一个 border 啊？哎，默认的一个边块，来，咱们把边块给它也是去掉，默认边块，然后这块一保存一刷新，哎，是不是就 OK 了呀？哎，就 OK 了啊。但是这里边我们来看看什么效果啊？看看我们这个 Chrome 呢，没什么问题。来看看我们其他浏览器，哎，你发现什么了 ？IE6 是不是自带滚动条了？哎，看我们这 IE8 呢 ？IE8 是不是也有啊？哎，这滚动条还整完了，还非常的什么呀？非常的，是不是非常难看呀？哎，那这块我们不想要滚动条，那怎么办？哎，是不是我们那个 overflow 啊？哎 ，overflow 啊，所以这里边干嘛呢？哎，使什么呀？哎，去除我们这个滚动条，怎么去除啊？叫做一个 overflow， 我可以来什么呀 ？auto 让它自动去生成，不让它默认是不是带着滚动条啊？一刷新，这是不是就没了？哎，这就没了啊。那待会儿你这东西多了以后，它是不是才出来呀？哎，这样这个默认滚动条给它去掉了啊，去掉了。你也可以用什么呀？你也可以用 hidden， 但是 hidden 有个问题，你 hidden 完了以后，是不是下边就看不见了？那就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一块注意啊 ，overflow 设置为这个 auto 去除我们这个滚动条。好，那这个文本框我们已经设置完了啊，然后再看还有什么问题啊？看这儿，它有这么一个长胡子了似的，是吧？那这什么效果的？你看我一放这儿，是不是变形状了？哎，来，你看着啊，走你，走你，走你。你看我这个框是不是还能调整啊？能变大能变小，变大变小其实倒无所谓，但是我一变大变小是不是整个布局就给变了呀？哎，所以我们这需不需要它可以调整啊？哎，不需要调整，那怎么让它不能调整呢？哎，我们有一个属性叫什么呢？叫做一个 resize 啊，叫做一个 resize， 我们有一个值叫什么呢？ resize 叫做一个这个 none， 哎，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效果啊，我这一刷新来看还有没有了，是不是没了？这一刷新走你，是不是也没了呀？哎 ，resize none 什么意思呢？设置我们这个文本域，哎，不能啥呀？调整大小啊，设置我们这个文本域不能去调整大小啊，这是我们说这个 resize none。好，整个这个文本域的基本效果我们已经给它设置完了，文本域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这个按钮了啊，按钮也是一样，点一个这个什么呀？设置我们这个按钮，直接点一个这个 context， 点一个这个。BTN 也是一个 background， 来个 URL， 找到我们这个 BTN2， 还是看它大小，宽度是163，高度是32啊，也是一个 no repeat， width 是一个163个像素，高度是一个32个像素，保存这一刷新走你，是不是按钮出来了呀？但是还是问题，是不是还是有边块啊？哎，它这还是有这个默认的很难看这个边块，所以这里边我们还是给它去除，来一个，哎 border。来一个这个，那都给它去掉，这一保存一刷新走你，是不是就 OK 了呀？哎，这个按钮我们已经 OK 了啊。好，那整个这个页面的一个结构呢，我们就给它布置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再一个一个去调整这个样式啊，一个一个去调整。我们先来看谁呢？先来看我们这个 context， 我们这个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那个 h2， 我们那个标题吧？哎，标题。所以往下来，在这儿来设置我们这个标题。哎，设置我们这个标题，那这个标题呢，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都一样啊？哎，三个实际上是都一样的，我就直接统一设置了，直接来什么呢？点一个 context 下边一个什么呀？哎 ，h2， 哎 h2， 统一来给它设置。h2 呢，这里边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哎，它这个字体吧，选中这个 h2， 我选中它啊，这一块是一个这个字体没有。没有加粗，大小是一个18个像素，颜色是一个
非常吉利的一个六个四是吧？哎，六个四，所以这里边给他来一个 ，color 来一个井号，三个四，然后 font 是一个18个像素，然后是这个字体保存这一块，我们一看一刷新，走你，是不是字体就设置完了？字体设置完了，然后再看我们这个标题下边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条，这么一条边块啊？哎，就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下边块吧？哎，下边块。那下边块呢，还是一个虚线的。我们来取一下这个颜色，颜色看看是一个 D3。那这里边我们还要给它设置这么一个下边块。下边块我们来一个 border bottom 一个像素，它是一个这个。哎，dash 的，然后是一个井号 D3 保存，这一刷新走你，这下边块是不是出来了？哎，出来以后呢，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这个位置，边块出来了，我们再看这个问题啊。那来看，那首先看什么呢？看这儿了，边块是出来了，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啊，这是我那个标题对吧？你发现什么了？它这离上边是不是还有一个距离啊？哎，当然上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阴影呢？这阴影我们是不是没弄呢？哎，待会我们来弄这个阴影啊。我们先看这个，先看它这个标题，实际上离上边它是有一个距离的，这应该怎么去处理？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那个 H2 是不是加一个，哎，上内边距是不是行了呀？哎，上内边距行了。那不仅加上内边距，那你来看我这文字和我这个边框是不是也有一个距离啊？那这怎么办啊？我是不是加一个下内边距是不是行了？哎，所以这里边我们还需要给这个 H2 设置一个上下的一个内边距，我们来看看设置是多少合适。这里边一复制，这是一个43是吧？哎，43，咱们或者是不是它就44吧？这应该少量了一个像素是吧？哎，44，但这块无所谓啊，因为这文字肯定是不准的啊。来，往这儿再量一个，这儿呢，这是一个10，上边是42，下边是10，这个距离可能稍微有点大啊，我们先给它设置上。设置一个内边距，设置我们这个内边距，直接来一个这个 padding， 上边是一个44个像素，右边没有，下边是一个什么呀？哎，10个像素，哎，左边是不是也没有啊？哎，都不设置了，然后我这一刷新，走你，是不是就整个位置就下来了？哎，位置下来以后呢，然后再看啊，位置虽然下来，但是注意，现在我这个线和我这个 input 是不是贴的死死的呀？哎，紧紧的挨到一起，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距离啊？而且我们来说，每个标题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距离啊？这几个距离怎么设置？哎，是不是再给它添加这么一个下外边距啊？哎，我们来看看这个距离是多少？17，然后多量两个像素是吧？应该是一个15啊，15。所以这里边我们再给它来一个这个 margin top， 哎，不是 margin bottom， 设置一个这个下，哎，外边距。直接来一个这个 margin bottom， 来一个15个像素，这一保存一刷新，是不是整个就下来了？哎，整个下来了啊。好，那这个标题呢，我们就算是给它设置完了啊，标题就算给它设置完了。然后呢，我们为了看清楚点效果啊，我把这个背景呢先给它去掉啊，这背景要干扰我们了，给它去掉，保存，这一刷新，走你，哎，是不是就 OK 了这个效果？哎，这效果 OK 了。但是这里边我们发现什么呀？这里边感觉是一个空荡荡的，是吧？哎，少了谁呀？哎，是不是少了我们前面那道阴影啊？哎，这道阴影我们说这道阴影实际上干嘛呢？实际上跟我们上边那个是不是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呀？哎，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一样的阴影，所以这里边我们只需要把它是不是作为一个背景设置就行了呀？那设置给谁的背景啊？是不是整个我下边这个大 DIY 的阴影，大 DIY 的一个背景是不是行了呀？哎，大 DIY 的背景行了啊。那这个背景我们图叫做一个烂，是不是这条线呀？哎，这条线给我们这个大 DIY 来设置，大 DIY 叫什么呀？砍 tag 的，我们来给它设置这个背景，设置我们这个背景，直接来一个 background URL， 我们这是一个烂，然后这也是 no repeat， 然后还得什么呀？哎，对 top 是吧？它在顶部啊 ，top 是一个这个 center， 然后我这一保存，咱们来看，现在一刷新，走你。看 tag 的，它这还没出来是吧？没出来，来，咱们给它加个颜色。哎，是不是我刚才解决高度塌陷了吗？哦，塌了是吧？哎，我们这个可爱的元素又塌了，所以这里边注意，塌了以后你设置背景还能看出来吗？看不出来。哎，有同学说没浮动，没浮动啊？这仨是不是都浮动了？哎，这仨一浮动，它的高度是不是塌陷了呀？
所以这里边不要忘了给它来一个这个 clear fix 啊，时刻不要忘了一个高度抬眼的问题啊。来，这一刷新，走你，这回是不是就出来了？哎，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可以把这个背景颜色给它去掉，然后保存，再来看，一刷新，是不是线就出来了？哎，线就出来了啊。由于我们上边这位置已经定好了，所以这个线的位置一定是什么呀？就对了啊，一定是准确的了啊。好，那整个呢这个标题就整完了，然后接着来整下边一个一个的啊。那下边我们说了，我这些表单项的位置是不是还不是很对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设置我们这些表单项的一个位置。但是你要注意了，实际上现在对于我们每个浏览器的设置效果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浏览器啊，看看我们这个 Chrome。哎，咱们来看看啊，你看我们每个浏览器，你看它这些表单项之间，是不是都有这么点距离啊？而这边距离我有没有设置啊？没有设置啊。看我们火狐是不是也有点距离啊？而且火狐这一段距离明显是不是比我们那个 Chrome 那个距离要小啊？哎，要小。那这段距离，同学说了，这块差一点，它是不是也没啥事啊？但是注意了，这块距离待会儿我们是不是要对齐的呀？哎，你稍微差一点，我们对齐是不是就差这么多呀？所以这个距离我们是不是希望都给它统一一下啊？不一定非得清了，我就希望你这个每个浏览器设这个距离是不是一样啊？哎，包括我们来看我们这个 IE，这一个全部刷新，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距离啊？哎，然后看我们这个 IE 8一刷新，是不是也有一个距离啊？哎，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什么呀？这个距离到底是哪来的吧？哎，我们来看看距离是哪来的，怎么看呢？开发者工具。选中我们这个 input 的，一选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布局，看一下它核模型。哎，你们发现什么了？它是不是上下左右各有一个像素一个内边距啊？哎，那你设置完内边距以后，就导致我们这个可见框大小是不是变了呀？所以你看我实际这个 input 是不是这么大个呢？哎，这么大个呢？所以这个距离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是不是一个内边距啊？哎，内边距，这是一个。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个 Chrome， 也是 F12 开发者工具，选这个箭头 Chrome， 咱们没看过啊，选这个箭头，选中这个 input， 然后选择这什么呢 ？computed 啊 ，computed， 点开它也是一个什么呀？核模型。你发现什么了？也是上下一个像素，但是什么问题？左右是不是没有啊？哎，左右没有，那这就会导致待会儿我们去设置样式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东西最好干嘛？咱们先不管设不设置，我们是不是先都给它清了呀？哎，先给它清了，我们先给它统一一下样式啊。所以样式设成什么不关键，关键是我们得统一啊，我们得统一。所以这里边我们来去除那个默认的这个内边距，直接来一个我们这个 padding 来一个什么呀？零保存，这一刷新，走你。哎，这个 input 是不是贴一块去了？哎，然后看我们的 chrome 一刷新 ，input 是不是也贴一块去了？哎，接下来再看我们这个 text real。也是选中它，哎呦，这哥们儿更乱了是吧？哎，两个上下各一个像素的一个外边距，左右是不是还有各一个像素的一个内边距啊？这些是不是都是给我们碍事的呀？我们都需要给它去掉吧？哎，去掉，然后再看我们 Chrome 呢，也是选中它，一看呢，哎呦，没选错吧？这差距也忒大了是吧？这个什么呀？没有外边距，上下左右是不是各两个像素的这个内边距啊？哎，所以这些导致了我们这个效果的不同。所以干嘛呢？我们要去除它的这个默认的内外边距，去除我们这个默认内外边距，直接我们来一个 padding 零，再来一个 margin 零，保存，这回一刷新，走你，这效果是不是就统一了呀？哎，再来看我们这个 chrome 一刷新，是不是也 OK 了呀？哎，也 OK 了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我们这个可爱的这个按钮，你看。按钮竟然，你看这按钮，我一选，它是不是还挺大个的呀？哎，你看默认有什么呀？哎，内边距，哎，选哪去了？这儿，哎，默认是不是有左右两个像素的这个内边距啊？哎，六个像素啊，六个像素内边距啊，左右两个六个像素的一个内边距。然后看我们这个 Chrome 一选中呢，哎，它不只有左右，还有什么呀？还有上下是吧？哎，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浏览器多可恶是吧？哎，一个也跟一个也不一样，所以这里边呢还是也是 BTN 的这个默认这个内外边距我们都给它去除掉，保存，这回一刷新再来看，是不是就都没了呀？哎，就都没了啊。但是这里边你会感觉到呢，它之间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啊？哎，还有这么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待会我们再一点点处理吧。这段距离因为内外边距我们都已经撤了，这个距离其实呢，咱们看看吧，
它应该不是由于什么呀？应该不是由于这两个之间那空格。来删了看看啊，是不是还在呀？哎，那这就是可能是这个 Chrome 它就是这么搞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待会儿我们再给它去掉啊。来，我们看看这里边我们还有没有地方能去了？按钮的 Margin、Border、Padding 都没了吧？哎，来看我们这个 Text 啊、Array 是不是也都没了呀？哎，都没了啊，所以这个距离就不是咱们的问题了。待会儿咱们再对齐的时候再去说这个东西啊。好，这一块都处理完了，然后再来看我们这个 IE 六还有八啊。IE 六呢？IE 六这是不是还有一个距离啊？这个距离难道说它给这个 input 还设置了一个 margin 吗？把这个 margin 给去掉，保存。来看我们这 IE 六啊，但是应该还不是是吧？哎，还不是，所以这些问题呢，咱们都已经给它去掉以后，它还存在。那待会儿咱们调的时候再去一一去解决。现在咱们就调到这儿就 OK 了啊，调这 OK 了。所以这块你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细心点，把这些样式干嘛呀，都给它统一一下。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待会儿我们需要干嘛呀？这三栏是不是都是必须的做显示，对齐的呀？你要不对齐会变成什么呀？特别的难看。那如果说，哎，你想想，我们这个东西如果差一个像素，它是不是就不齐啊？哎，差一个像素就很明显能看出来不齐。那你这干嘛呀？你这一个像素可能藏在什么呀？藏在这个文本框里，也可能藏在什么呀？我们这个文本域里。如果你这个样式不统一，待会儿我们调的时候会非常费劲。怎么费劲呢？你会发现一个浏览器齐了，结果呢，另一个浏览器干嘛了？又不齐了。你把另一个浏览器调齐了，其他浏览器又不齐了。哎，所以你会整的时候会很费劲，所以这种细节一定要注意，把它这些默认样式全都给它去掉啊，去掉。好，这一块都去掉了，但是去掉以后，待会儿我们还得给它加上啊，我们需要给它统一去设置一下，怎么加呢？那我们来看，现在我们这个效果是统一的，是不是贴到一起的呀？但是实际上效果我们来看，先看我们这个文本框，文本框它们实际上中间是不是有一个距离啊？哎，有个距离，所以这个距离我们是不是需要给它设置上啊？哎，那这个距离我这有两段距离，这个距离我怎么设置啊？哎，我想想，我是不是给每一个都设置一个下位边距是不是行了呀？哎，给每一个都设置一个下位边距出来了，当然你也可以给中间设置，但是你给中间设置你还得干嘛呀？哎，你给单独给中间的是不是设置一 class 呀？哎，设置 class 啊，所以这里边我们来选中，来看一下这距离，这俩距离吧，是不是还不一样啊？哎，我们来看这一块是一个。F8 是一个17是吧？哎，17，看下边呢，是不是多了两个像素啊？哎，下边是15啊，一个17，一个15，这设置起来挺麻烦，你就没法统一设置了是吧？所以这里边咱们直接取一个中间值，17、15平均是多少？哎，16吧，哎16，所以咱们统一给它设置一个下位边距为一个什么呀？16。哎，那我这 margin 来写一下，上边不要，右边呢也不要，下边呢16个像素。哎，然后我们这个左边是不是也不要？左边不用写了，不要就不用写了。0px 这一刷新，走你，是不是这个距离就拉开了？好啊，这个距离拉开了以后呢，再来看啊，这个距离拉开了以后，再往下看，我们下边我们这个按钮还有我们这个哎文本域之间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距离啊？这个距离怎么设置啊？哎，其实直接给按钮设置一个上外边距是不是就行了呀？哎，那这块为什么要选择给按钮设置，而不给这个文本预设？哎，我是不是有三个按钮啊？哎，每个按钮都有啊，每个按钮都有，所以我设置完了以后，是不是每个按钮都有这个距离了？哎，就不用再去每个都设置了。但是我给文本预设置了，我们发现什么呀？这还有文本预吗？这是不是也没有啊？哎，所以你还得在每个页面每个块去单独去设置这个那边外边距。所以这个呢，统一设置谁呀？设置给我们这个按钮。按钮来看看这个距离是多少？是一个11个像素是吧？哎，11个像素。那我们直接来给它写一个按钮，按钮，按钮，按钮在这儿呢。给它设置一个 margin top 来什么呀？11个像素，其他的都是什么呀？零啊，其他都是零。我这一保存，现在一刷新，走你，整个按钮是不是就下来了？哎，你这除了要给按钮指定上外边距，你要注意了，还有什么问题？按钮跟下边是不是还有点距离的？哎，它离我们这个整个复元素的这个外边还有距离，所以最好呢，我们把这个距离也给它干嘛呀？指定上。这个距离呢，到这块儿。哎，我们来看看是一个什么呀？二十
三个像素，所以下边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呀？需要一个23个像素，23保存，这一刷新，哎，当然是看不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副元素还没有，哎，就是里边元素还没写，看不出来啊。好，下边我们也写上了，当然同学刚才同学看到了，左边是不是也有距离啊？哎，左边一个距离，你要想设置你给它设置一下，这块其实无所谓了啊，这块其实无所谓了，但是它好像它这块还都有这么距离是吧？哎，都有这么距离，但是这里边你注意，它这块距离就干嘛了？是不是齐的呀？你这样给它设置 margin 可能待会儿就不齐了啊，待会儿就不齐了。但是你可以去自己去设置一下啊，我这块就不去整它了，就贴着边了。好，那这里边我们就给它设置完了。设置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按钮上的这个文字吧。哎，文字我们要设置一下样式，它是一个这么一个字体，没有加粗，大小是一个13，颜色就是一个白色啊，颜色就是一个白色。来设置一下它的字体，直接来一个这个 color 我们是一个这个 white 啊，白色。然后我们一个 font 刚才是13个像素，是这个字体没有加粗，哎，保存我们这儿来一刷新，走你，是不是过来了？哎，但是这个呢有点是不是居中了呀？我们让它干嘛呀？哎，靠左 text align 来一个这个 left， 来这一刷新，但是靠左呢又太左了啊，太左了，所以这里边我们还得来一个什么呀？哎，来一个这个叫做 text 一个，是不是缩进一下啊？ text 一个 indent， text 一个 indent， 我们来一个这个 em 吧，保存，这一刷新，走你，是不是就过来了？哎，再来看其他浏览器，一刷新啊。所以这里边啊，我们学的那些样式啊，那些属性，你必须得非常清楚，你要知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用哪些。哎，样式哪些属性啊？好，那这一块都给它整完了啊。这里边补个注释啊，这是设置我们这个字体，这是设置我们这个文字的一个位置，可算是把中间这个写完了是吧？文字的一个位置，保存。但是真的写完了吗？有没有问题啊？框里边那字儿都是小事啊，咱们先看看我这个框里写点东西，什么效果了？贴边了，哎，这儿来看看，是不是也是贴边了？这儿再来看，是不是还是贴边了呀？哎，就是说我这个字儿是不是太贴近我们这个框的一个边上了呀？哎，边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贴边了，因为我们刚才把那些默认的内边距是不是给去除了呀？哎，所以导致它贴边了。那我是贴边是不太好看呀，我希望它往里，是往里一点啊？那怎么办？我是不是给它加一个这个内边距啊？哎，加一个这个左内边距，它不就不贴边了吗？对吧？哎，左内边距。那咱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哎，这是我们这个input 的内边距现在都是一个零。那我们上下来一个零，左右来什么呢？来一个两个像素，我们来看效果啊。左右来一个两个像素，我这一刷新，两个像素呢，有点小是吧？我们来一个这个十个像素，看看效果。一刷新，重新，哎，十个像素是还可以啊。哎，留一个边界，这样呢能。是不是好看一点啊？哎，能好看一点。这字儿，哎，这字儿出去就对了是吧？哎，出去对了。为什么出去了呀？哎，我们说了，你设置完内边距以后，是不是导致我们整个宽度是不是变宽了呀？我这左右各十个像素，那导致左右是不是各增加了十啊？哎，那我应该干嘛呀？是不是减去20啊？哎，减去20，应该是一个276啊。来，这一刷新，这再看，是不是这个效果呀？哎，这个效果啊，这是我们说这个文本框，然后下边这个呢也没问题了。然后再看我们这个文本域我们就最好，咱们先看看其他浏览器吧，我们先不管别的啊，看其他浏览器 ，Chrome 没有问题对吧？哎 ，Chrome 没有问题。然后看我们这个 IE6，IE6， 哎呦，左右是行了是吧？但是发现什么了？上边是不是没了呀？哎，上边没了。再看我们这个 IE8， 是不是也是一样啊？也就是说它左右是行了，但是上边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呀，居中的一个效果啊，并没有达到一个居中效果。那这块怎么办呀？哎，是不是给它来一个行高啊？哎，行高，来一个这个 height， 来一个这个33个像素，保存。这里边我们再一刷新，走你，是不是就 OK 了呀？哎，这一块就，哎呵，是不是就行了呀？哎，行了啊，没刷新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文本框，然后下边我们那个文本，这怎么还长三根毛似的？快，
哦，这是这还是那个呀，因为东西没写全呢啊，东西没写全呢，咱们把这三个都写上就行了，是吧？都写上就行了啊，不是问题啊。好，那接下来还有我们这个文本域，文本域现在是不是也是贴的死死的呀？我们需要是不是也给它设置一个这个编剧啊？哎，设置一个编剧，文本域呢，咱们来看看 padding 呢，text rare，我们上下左右都设置一个十，会不会有点大呀？能看看吗？还可以是吧？哎，还可以，那咱们就这么设置，上下左右都设置一个十。但是你设置完了，注意可见宽是不是大小便了？哎，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上水平方向得减去20，垂直方向是不是还得减去20啊？这是一个114一保存，这样才是对的啊，这样才是对的。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宽，咱们就给它刷新一下，是不是就 OK 了呀？哎，就 OK 了啊。刚才还有同学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是吧？哎，眼睛特别的尖，是吧？哎，什么问题啊？字，哎，我们说了，这个文本框里是不是有一个提示文字啊？哎，你像 your name 表示我们这个文本框里是让你输入你的什么呀？你的名字的。那这文字我们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哎，那同学说了，我这来一个默认值不就完了吗？对吧？来，我们来一个 input，我们这来什么呢？来一个这个 value，指定我们这个默认值，来一个 your name，我这一刷新，走你，Control F5，是不是就有了呀？但是这有啥问题啊？不是字体的问题，字体都不关键，我一放进去。它是不是还在呀？我要写之前，我是不是还得给它删掉啊？哎，而我们需要什么呀？我一点，它是不是就没了呀？所以这个注意啊，这个值并不是一个默认值，这叫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一个提示文字，或者叫什么呢？叫做一个水印啊，叫做一个水印。这东西应该干嘛呀？我一点，它就干嘛了呀？没了啊，一点就没了。所以这个值用 value 是不行的。那用什么呢？另一个属性叫做一个 place holder。placeholder，哎，在我们这个文本框和我们这个文本域中，可以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placeholder 来干嘛呢？哎，来指定我们这个提示文字啊，来指定我这个提示文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呀？叫做一个水印啊，这个字儿你一点，它就应该干嘛呀？自动去。消失啊，自动消失。来，我们来看效果，Ctrl F5，哎，是不是出来这么一个呀？哎，你看我一点，一输入内容，是不是自动就没了呀？哎，自动没了啊，叫一个水印啊，这么一个效果啊，水印。那同理，那下边那些我们是不是都得设置上啊？什么 your email address，来一个 place holder 粘过来，然后呢，这儿也来一个 place holder，这是一个 message。我们这个 message 保存，这一刷新，是不是都有了呀？哎，这个水印就都 OK 了啊。但是注意，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我们这个 Chrome OK 吧？来看我们这个 IE6，压根儿是不是没有啊？来看我们这个 IE8，是不是也没有啊？哎，这就不是缓存问题了啊。我们来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属性在我们这个 IE8 级以下的这个浏览器中。它不支持啊，不支持，所以什么呢？所以在 IE8 里它是无效的。那如果兼容 IE8 需要什么呢？哎，如果要兼容 IE8，需要使用我们这个 GS 啊，需要使用 GS。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管它了，先给它空出来。等我们以后整了 GS，我们再说这个 GS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好，那现在这费了半天劲，中间这栏是不是可算是给它整完了呀？你看东西没多少，功夫是没少花呀，哎，功夫没少花啊。好，那这个呢，我们就给它处理完了。来，我们这儿来，等一下，